欢迎各位学员回到我们的课堂。下面呢，我们再讲 C 加加对 C 的函数的扩展。函数扩展里面有这么几点，一个是内敛函数，一个是默认参数，一个函数占位参数啊，后面有很多，还有函数重点，函数重点是个重点啊。那我们先看那个内敛函数，其实这些概念啊，你了解就可以了哈，但是你用的时候会用就可以哈。那我们先说内敛函数，它其实原理还是比较复杂的，我们就是说给大家总结出来哈。啊，最终大家把这个结论给记住就行了啊，这是我们的目标。那我们看什么叫内敛函数？先说内敛函数出现的原因。内敛函数出现原因是这样的：C 加加之后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const 的 int a 是 C 加加把它变成那个符号表了，对不对？这种实现方式了。然后呢，它和我们的 C 语言的进化定范有了一拼。言外之意是说，可以用它来替换这个进化定范。是吧？这是对这么一个一行这个变量定义有一个可以代替宏替换，是吧？const 的常量可以替代宏常量定义，对不对？那有没有把一块代码，就这一块代码，这样的一块代码，变成一个宏替换呢？变成一个替换呢？C 加加里边有没有这么一个解决方案呢？有，那就是内敛函数。就是内敛函数用来干嘛的？内敛函数是用来，一般情况是用来解决，就是 C 语言里边，就是 C 语言里边的这种带参数的代码块的，这一片代码块的宏替换的，啊，就是这么推荐使用内敛函数来代替宏代码片段，啊，这是内敛函数出现的原因。好了，那它出现的原因用法。那它的语法是 inline 关键字，那这个 inline 关键字写在什么地方呢？写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地方，这是它的语法，啊，这是它的语法。OK，这么一看，这个内敛函数也不是很难，对不对？OK，那么我给大家做个案例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这个就先移除了。那我们井号二搞定啊。然后呢，F7 编译吧。那我们先定一个内敛函数，然后实现内敛函数调用。我们看看和普通函数有什么区别？inline 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是这样吧，print a 啊搞定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里边定一个 a，给它赋值是10。然后呢，我们 print。然后呢，我们写 else 吧，哎，是吧？然后呢，endo，OK，让其变一把。啊，这样的话，我们写了一个内敛函数了。行，内敛函数怎么调用内敛函数？是和普通的函数一样。所以说，如果以后你的内敛函数这个语法忘了，那你就试这个 inline 函数不存在。因为它是一个函数修饰词，对不对？你写的关键字告诉 C 加加编辑要进行特处理，不就这意思吗？至于做什么样的特处理，你忘了就忘了呗。不影响你编程，对不对？OK，所以说我们先从战略上藐视它一把。OK，那既然它是内敛函数，那么它就有和普通函数不一样的特性。那么我们给它讲讲内敛函数的不一样的特性在哪里啊？你看文档是怎么说？第一句话。inline 这个函数和实现的地方写在一块儿，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内敛函数不能做这么一个声明，你这么一声明啊是可以的，但是呢，C 加加编辑器不一定把它做成内敛函数了，明白吧？这是第一点，就是内敛函数必须和函数题的实现写在一块儿。是吧？那 inline 必须和函数体的实现写在一块儿，它就这么规定的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看啊，C 加加编辑器可以将一个函数进行内联编译，那被 C 加加编辑器内联编译的函数叫做内联函数，这废话。内联函数在最终生成的代码中
是没有定义的。然后呢，啥意思啊？就是你这么一写以后呢，它并不是说有一个单独的函数，有压榨出站这么给你搞了，它那是怎么样？它是怎么做的？我可以给你模仿一下，但是呢，这个模仿不一定正确，但是能加快你的理解。气压变器会把内敛函数机械的，看到了吧？就这样，代码可能最终会生成这个样子，就像宏替换类似，但和宏替换不一样。啊，我也会给他讲宏替换啊，这就是内敛函数，它就这么做的。那对应的理论原理是这样的，对象的理论原理是气压变器直接将函数体插入在函数调用的地方，这是对象的原理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啊。OK，这个地方需要你掌握的，这是内联函数，它就这么搞的啊。OK，这说完以后呢，我们再看下面说明三。你看，内联函数没有普通函数调用时的额外的开销，压榨、跳转、返回没有，因为它没有函数参数，还没有什么的。针对内联函数直接就压榨出站了，没有压榨出站了，所以说它速度很快啊。所以说为什么样的函数定义成内联函数啊？像这种短小精悍的，就是为了打印一句话的，定义成内联函数，进行内联编译，直接插入到函数调用的地方，是吧？这是内联函数的用场景吧？OK，内联函数既然是一种条件编译，是一种编译，对不对？那么气压变器不一定准许函数的内联请求，就是你写了，它不一定给你编啊，就这个意思。那看内联函数是特殊的函数，具有普通函数的特征，参数检查返回类型。但是呢，内联函数是对编译器的一种请求，因此编译器可能拒绝这种请求。如果拒绝这种请求，那么内联函数将变成一个普通的函数。那就 OK 了呗，内联函数是由编译器处理，是吧？直接将插入后编译后的函数体插入到函数调用的地方。宏，那我们看宏代码片段，宏代码片段是由预处理器处理，简单的我们替换，所以它俩还有点不一样啊，有点不一样啊。那它说明五。现在世界编译器能进行编译优化。因此，一些函数即使没有写 inline 声明，也可能被编译器内联编译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内联并不是说像你想象那么，就是一种语法吧。像现在这个下边写越来越高级了，它会做优化，所以说你有时候你不写内联，它照样可以优化。另外，一些现在世界编译器提供一些扩展语法，能够对函数进行强制内联啊，这家里边的啊，这一个属性啊，这家编译的一个属性。那我们看说明的第六点C++ 中内联编译的限制是不能存在任何形式的 for 循环语句。如果里边有个 for 循环，对不起，你即使写个内联，它也不会给你做内联请求。另外呢，不能存在过多的条件判断，条件判断比如大于20个、大于30个，它就不行了。那这个准不准，这个谁说了算？那一帮牛人说了算，做编译的人说了算，咱也不知道他设计多少。这个，那就是它是一个，就是，资料显示是什么？官方文档资料是这么显示的，这样就是比较笼统了啊。知道了解，那函数体不能过大，对不对？OK，再看下面啊，编译器对内联函数的限制并不是绝对的。内联函数相对于普通函数的优势，只是省去了函数调用时的压榨、跳转，还有返回时的开销。因此，当函数体的执行开销远远大于压榨、跳转、返回所用的开销时，那么内联函数将没有意义了，是吧？结论就这三句话，你背下来就可以了。内联函数在编译时直接插入到函数体调用的地方。函数体直接将函数体插入到函数调用的地方。inline 是一种请求，编译器不一定是允许你的请求。内联函数省去了压榨、跳转、返回的开销。OK，这是内联的函数的理论的基础知识，就这么多。讲完这个技术，基本的基础知识以后呢，我们再给它加个小专题，加个小小的知识点，就是说，这个讲完了啊，这个我把它给屏蔽了，这个加一个注释。OK，F7 编译吧。
那这样呢，这个你回去啊，这句话没跟上，你就按我这三句话去看成语的时候理解就可以了哈，看我的文档也可以哈。OK，这个讲完了。下面呢，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实验。做哪个实验？做这个实验，这个实验就是相当于，给大家回顾一下宏片段和函数调用，啊，这个时候你把它做成内敛函数了，和函数调用的区别。那这就是实验，所以说比较简单，我就直接给大家做一遍就可以了啊。代码就不再敲了。这个是实验啊，这个实验呢，就是让大家回顾一下宏替换和函数调用的区别。然后这个函数调用相当于一个做成内敛函数了，是一样的，无所谓啊。OK，F7 变一吧。啊，这个地方是有个小错误啊。F7，因为好多学员啊，好多初学者啊，就是他对这个宏片段，宏展开带参数的宏啊，掌握的不是太好，所以说我通过这个案例啊，给大家再回顾一把。去掉就行了。OK，那我们看一下吧。这是一个带参数的宏，是吧？这是个宏片段，带参数的宏。这个参数的宏很明显，a 大，ab 小为真，则返回 a，否则返回 b，对不对？这是他的意思。然后呢，这是一个函数调用，把它做成内敛函数了。AB 啊，作用是和它类似，对不对？OK，下面 ins a 等于一，b 等于三，不说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，我们先来一个函数调用吧。函数调用这个是内敛函数，内敛函数这个在这里，和普通函数调用是一样的。那我们求一下结果。像这种加加减减。做函数参数的时候，就是头重兄弟，对不对？我称为它头重兄弟，是吧？啊，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小点吧。但是大家不应该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放在直接做函数参数上啊，结果的封装设计上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然后呢，a 等于一个，我们先看 a 加一加加，a 变成 i 了吧？i 它执行的函数调用，那 b 是三，对不对？那就是说这个是二。这个是三，那二小于三为真，返回二，对不对？那 C 应该是二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看一下效果啊。C 我们分析啊，C 等于个二，对不对？A 这个时候啊，十三这个 A 是不是加了？A 变成什么了？二了吧？B 是三。有错吗？是不是这个结果啊？看一下，A 2223对不对？F 七变吧，A 是二，B 是三，C 是二，232是吧？对了吧？当然我这个 C 放在后面了啊，这样就和那一样了啊。232啊，OK，这是函数啊。那同样道理，停止，我再来一个宏。宏呢，这个地方好多学员就开始犯迷糊了。你看，这是一个宏，这个宏啊，理解宏啊，你就机械的来进行宏展开。什么叫宏展开呢？这个这样是不是带参数的宏啊？带参数的宏，你来个宏替换。什么叫宏替换呢？因为这句话会机械的被西加编译器与数理编译器进行宏替换。宏替换，我们看啊，第一个参数是加加 a，那就加加 a 了，是吧？这个是 b，这个也是加加 a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吧？这就是它了。OK，那宏替换是这样的。宏展开，宏替换，并展开。
那我们发现它是这样的，那就相当于这句话，预测结果负给 c 呗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看我们再分享结果是多少？a 等于一加上 a，那么 a 等于二，对不对呀？b 是三，那这个表达式应该为真，为二小于三，那不为真吗？为真以后，它是不是要返回这个表达式啊？返回这个表达式，那就是。a 一定是二了，再加加，那 a 等于三了吗？a 等于三，b 呢？我们看，b 是三，b 在这里边还是 b 对不对？没有谁去去它，去修改它，是三。那 C 呢？，c 是最后的预算结果对不对？加加 a 等于三了。然后把三付给了 c，所以说 c 是三。所以说，这个宏展开以后，它的效果是 a 等于三，b 等于三，c 等于三。那我们看看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F 七变一吧，F 七变一吧，走一把，你会发现。是 a 等于三，b 等于三，c 等于三，和这一个函数调用 a 等于二，b 等于三，c 等于二是结果不一样的。这样呢，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理解什么呢？宏带参数的宏还有函数的调用确确实实不一样的。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有这种操作，这种现象做函数参数，是吧？加加减减做函数参数，所以一般情况下不要使用加加减减做函数参数，是吧？OK，通过这个案例啊，我们会对这个函数调用还有宏还有内联函数啊，有更加深刻的理解，对不对？OK，这小点啊，给大家讲到这里。